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意知道卦中心，万步演变一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慧。坐吧，谢先生。各位学卦已近半数，今天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对卦组中的最后一个卦履卦。接着说，履卦。履卦上卦为乾为天，下卦为兑为泽。履卦上卦乾，天道已满，而下卦泽，地道也只有一爻之力，故需要戒备，提起注意，切不可盲目进取，要履行大道，知进退之机，当退则退，故曰履。乾卦为君主，兑卦为到民间演说传播，履为鞋子行走之意，象征着君主在治国的大道上充满荆棘，只有脚踏实地，接近百姓，了解疾苦，才能治理好国家，恩泽百姓。山高王侯远，百姓不了解国家，便会引来无端的猜疑。履，履虎尾，不惜人，亨。履卦象征行走、实践、亲临百姓之中，君主和百姓亲近，会触及很多诸侯乡绅的利益。就像走路踩了老虎尾巴，但没有受到老虎的伤害，因为君主履行大道是为了百姓、国家的利益，也是为了诸侯乡绅的长久之计，会得到诸侯乡绅的认同。为什么把履卦象征为履虎尾呢？因为上下卦的组合已经到了很关键的时刻，下卦的地道只有一爻的机会，这个关键时刻就以履虎尾来比喻。可为什么履虎尾虎不伤人呢？因为在这一爻的时机中，矛盾得到了化解，得到认同，所以亨通。初九，素履往无咎。
心底无私，真正为百姓着想，以这样的行为行走在百姓间，了解民情，会通民意，为百姓谋福利，无求于百姓，不会有错误。素履指君主心地坦荡无私的内心世界，也是指品德与行为的最高境界，付出不为回报。九二，履道坦坦，悠人真吉。因为行走民间是为百姓解决问题，所以大道平坦宽广。幽居的圣贤为履行大道而坚守不出，韬光养晦。为什么坚守不出呢？因为智者履行进退之道，在等待明主的出现，等待时机，辅助明主完成安邦治国之大业。六三，邈能氏，跛能履，吕胡伟西人，兄五人位于大军。眯起眼睛能观察到外部的情况，但是不能观察到全貌。跛着脚能走路，但不能走远。邈能氏，跛能履，是指在不能观察全局、全力以赴时，根据情况要等待时机，不要急于行动。等待时机就是履行大道。错误的行动结果就像是走路踩了老虎的尾巴被咬伤，很危险。这说明择机而行的重要性。而真正勇敢的人替君主效劳，为百姓解决问题，自然可以受到拥护，此为履道。九四，吕胡伟，速速终极。在履行法治或者惠民变革时，触及到了诸侯乡绅的利益，就像是踩了老虎的尾巴。这些人团结在一起，声势浩荡，进行抵制。这时需谨慎小心，慢慢化解，各个击破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最后才能平定大局，获得成功。九四的吕胡伟并不是真正踩着老虎的尾巴，是指为履行大道时触及到那些像老虎一样危险人物的利益。九五，怪吕真力。在遇到问题时，以大道为法则，快速地做出决断，要顶住压力，坚持到底。不可因利益得失的问题，在某些关键时刻踌躇犹豫，养虎为患。要果断严厉地履行法律典章，以免遗留祸端。上九，仕履考祥，齐玄元吉。回头看看走过的路，详细查看，认真总结，纠正错误，发挥优势，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先生好，各位好。哎，小丫头怎么哭了？樵夫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乖，不哭啊。
今天我带他去打柴，一路上淘气不听话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非要去摘松果，结果呢就从树上跌了下来。小丫头疼吗？来，叔叔给你吹吹，就不疼了。把我吓个半死，我说了他两句就哭个没完，给他摘了个松果总算好些了，现在还跟我生气呢。我说带他回家死活不同意，非要来这里。那么喜欢松果啊？那当然了，你不喜欢吗？奶奶曾经跟我说过，松果会给人类带来好运，我想摘一个给渔夫伯伯，我相信这个松果一定能给他全家带来好运的，那多好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嗯。哎呀，你早告诉爹就行了，我去帮你摘呀。哎呀，看来还是你这当爹的不对呀、啊、看来错怪小丫头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卦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六十四卦的第四个部分。这部分下卦以乾卦为体，乾卦为夏季时分，上卦天时轮流为用。八卦从坤至乾，按照坤、艮、坎、巽、震、离、兑、乾的顺序演变。下卦乾卦为体，仲夏时分阳气旺盛，地利阳气已至极尽，阳气旺盛则需要阴阳配合为妙，故天时优于地利也。乾卦为阳气上升的最后一个阶段，此时大地的阳气已经发挥到最强，功能体现最为强大的时刻，阳气主生发，阴气主收敛，乾卦体卦不动，外卦循环，与不同的卦象组合，乾卦也体现出不同之象。此阶段第一卦为太卦，太卦上卦为坤，下卦为乾，下卦阳气盛大，需要阴气收敛。下卦阳气盛大，需要阴气收敛，方可生发迅速。从冬至一阳发生的震卦到乾卦，已经是姹紫嫣红，生机一片，故曰太。太，交泰、通泰、平安之意。天地交泰，则风调雨顺，万物生发，一片生平气象。下卦乾卦寓意为百姓，坤卦寓意为君主，君主应深入百姓，及百姓之所需，恩威天下，教化万民，方可国泰民安，万事太平。太，小往大来，吉，亨。象征通达交泰。小王者下卦乾，象征着地道乾卦的阳气已经丰满，地力已经满足，基本没有前进的余地，故曰小往大来者。上卦坤，
下卦阳气已足，上卦坤阴才刚刚开始，故曰大来。这里的爻象显示为阳满阴来，那就是预示着阴阳和合，生机无限，通泰交合，有利于事物发展亨通。君子这时要掌握时机，善于裁节调理，以成就天地交合之道，促成天地化生万物之机，护佑天下百姓，使他们安居乐业。我讨厌你，我讨厌啊！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怎么能和哥哥这样讲话呢？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小姑娘，你别生气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问你话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偷。骗人，就是你偷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许乱说话。虽然你的生性有些木讷，但我看你还是个诚实的孩子，所以我才收留你。但如果你连你最好的品德都丢弃了，那我会很失望的，你娘会更失望。有些事看似是这样，实则不是这样，你不要再动怒责骂他了。好了，你也不要再难过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太卦的卦辞，接下来便是爻辞，太卦初爻。初九，拔茅庐以其会，征吉。茅草是一种根生植物，根有节，咀嚼有甜味，可入药。地气通，茅草旺盛，预示着天地通泰。拔起茅草，发现从表面看，茅草是一颗颗不相连，但它们的根却是千百根茅草根系相连相通的。从表面看有无数个诸侯国，可是它们都是大周的子民，这些诸侯国之间心脉相连，唇亡齿寒，必须要团结友爱，才能共同向前发展。九二，包荒，用缝合，不暇疑，彭王得上于中行，上下通泰，心智相合，将不惧怕任何困难，可以让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，面对湍急的大河，不用舟船也能穿越激流。不疏远天下贤士和百姓，不结党营私，就可以成为效仿的楷模，便于执行中道行事。包荒缝合都是指自然界强大的困难与灾害，若国家和百姓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能上下通泰，毫无猜忌，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灾害，只要同心协力，也可以度过危机，成就大事。九三，无凭不坡，无往不复，坚贞无咎，勿恤其福，于时有福。下卦乾卦已经是阳气发展的极点，
阴气马上就要发生，没有一阳复始，就不会有今日的阳极。天下事物的道理都是相通的，没有平就不能凸显坡，没有往就没有复归。面对困难不要惧怕，要坚守住这个时刻，因为最困苦的时刻就是光明的开始。不要因为一点好处而在关键时刻改变心智，这样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。若能与万物通泰，则知进退往复之机，自然多福。六四，翩翩不复，以麒麟不介以服。做事对人彬彬有礼，虚怀若谷。虽然不富有，但周围的邻居都了解他是一个谦卑的君子，与他交往从不戒备，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。人们尊敬欣赏的是虚怀若谷、彬彬有礼的君子，而不是拥有财富却不能劳谦的人。六五，地已归妹，以止原籍。帝已出嫁胞妹给先王姬昌，得到深厚的扶持，开创了帝王的事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政局不稳，将胞妹出嫁于先王是以联姻来稳定大局，以西伯侯联手对抗外部侵略。商与西齐双方皆大欢喜，这样做就是联姻双方达到战略思想的沟通，达成一致。在关键时刻怎样选择与自己战略利益相同者，强强联合壮大势能，达到双方的目标非常重要。上六，诚复于皇，勿用师，自意告命，真吝。年久失修，地基不牢，城墙倒塌在久已干涸的护城壕沟中，说明这是君主失去了最基本的民心。此时若是发生战争，定败无疑。应该自我检讨，虔诚反省，昭告天下，悔过自新，重新回归与百姓的通泰之路。前有同人卦，今有泰卦。泰卦所强调的是通泰的作用，君王与民众上下通达，则国泰民安。天地阴阳相通，则万物生发；国民上下私行相通，则所向披靡。人与人心地相通，没有任何芥蒂，则能和睦相处。好，今日就说到这里吧。你们要仔细揣摩此卦之要义，希望能有所领悟。多谢先生的教导。小松鼠真讨厌，总是添乱。哎呀，随他去吧，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先走了，告辞了。爹爹，快点！哎，明日见。
生，明日再见了。好。